等于侬解脱好几盖了，对吧？搿搭一盖是解脱，一盖，两盖，三盖，四盖，五盖，六盖，七盖，八盖。先可以讲讲搿搭房子的历史，侬晓得伐？这个房子历史早嘞。啊，多少辰光啊？解放以后时候，陆续人家有条件好的开始造房子，自家造起来了。哎，那么有么造到有20-30年以后，房子子女大了，这个房子不来塞。那么再翻造。哦，那是翻了两头的，对伐？一楼两楼侪我啊，侪侬啊，两面两间侪我啊，拆整了一共有198个平方啊。搿拆整侬屋里向有个伐？有个呀，有个咯。那么还有土地证也有啊，土地证也有啊。那么现在问题啥地方问题出了啥地方呢？你们现在地铁13号线，13号线嘛就旁边啊，就旁边啊，就是讲。造好之后，头上向造个两层高层。哦，就搿只村造两层高层。哎，那么那要拆脱了。一部分人呢，就是讲金沙公路拓宽辰光呢，已经动迁脱了。动迁到了啥地方？新源路都是港湾叫。对吧？那么结果地铁造好以后，地铁公司不都造了？就造高层影响地铁轨道。这个平衡嘞，14号线一面呢有一部分人家啊，因为轨道14号线呢，以这个一栋楼整个长的，这江面房子一栋楼全部拆掉了啊。伊拉是分房是1-3，啥意思啊？啥叫1-3？又是个第二次动迁。第二次动迁。侬原来是中套的，现在不侬是大中小三套。哦，还拨伊买30万洋钿。哦，等于一条调三套，一条调三套，还拨伊买10万。再拿80万，哎，一面倒是搿能介个。伊拉一面一个青房子后头是搿能介。是搿能介个，啊，葛末搿只自古讲要动迁也搿能介咯。哎，勿来事啦。对啦，侬没动迁过，哦，对伐？动迁脱一边人家，新源路有个叫都市港湾1期，都市港湾2期。搿只村叫啥名字啊？叫丰庄村。丰庄村，万家寨。万家寨。那么你个外地人呢，记不清桑，迭个叫老三代，老三代，新三代。为啥要叫老三代、新三代啊？因为迭个新三代、老三代原来是一体的。交警大队呀，对不啦？一个生产队呀，一个生产大队呀。哦。那么被伊造了金沙公路之后呢，就分不清桑。分新三代帮老三代。哎，人家要建快递，侬老三代好了，迭个大桥下头新福路。搿搭是老三代，哎，金沙公路南面单股是新三代，新三代，特朗是城新街道城中村，城中村，所以城新街道管个，总个是嘉定区管个，总个是嘉定区，哎，老祖宗一个人嘉定区啊，对，对吧？搿搭应该是属于嘉定区最边边头，边个在辅路区交界地方，最边边地方，最边边地方。老爷说侬今年我74岁了，啊，74岁了，侬迭个地方迭个房子，侬是生辣搿搭个。啊，侬去看看，我房子离开侬肯定了。那么老爷说，搿房子是侬爷娘得个，得起来个，对吧？我自家得个。侬自家得个？爷娘替我打的，对面搿是爷娘帮我打的。我那个那辰光是69年，10年个廿六到成都军区当兵啊，对吧？那么搿房子搿旁边是啥物事？解脱个呀？这个解脱个。一栋楼解脱个。一栋楼解脱啊！这个我个厨房间，搿只是侬个厨房间啊！啊，哎，侬厨房间也蛮大个。搿比市区有些办公区来讲，你大眼。那么房子结构好勿呢？这个属于危房了，离开了，立到后头了，侬谁来拦路口伐？这两条线谁来拦路口？哦，阿姨，哪好？这个阿姨，地铁哪能号称？地铁号头坐过，可能。地铁是哪号头经过对吧？哎，
哥们，侬两头侬在了房子，这样离开了，熬成了呀。侬讲，侬前头帮我讲，搿房子多少对伐？100多少？我是。几年使用车188个平方，188个平方，我寻六十套，那188个平方，对吧？你们前头个这个小娘啦，爷娘等个山东临沂，这上有拆整的这个房子，那你看吧，这个房子有拆整的，还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呢123/06/106，搿间啊？侬上头给破破烂烂个。哦，单间给破破烂烂个。哎，搿间也是侬啊？也我个。后头呢，因为盖个十平号。嗯。十平号呢，有个地方渗出了。就106搿间对勿啦？啊，有拆整个。啊，有拆整个。喏。那个我量上量哦。搿间有拆整，高了勿差。嗯。旁边有间。一样同个同个一间没拆整个都拆脱了，违章拆脱了。我前头还有三间了，前头搞石头的还有三间了。侬前头还有三间啊？啊，拆脱了呀！现在拆脱了了，拆脱了。那么也就讲，侬现在屋里向搿188个平方是搿搭一间，再加上搿搭一间对伐？两上两哦。啊。那么后头还有一间，后头还有一间啊？还有三路头，我让侬去。是总共三间加起来188。三间加起来，房产证上头侬像三幢菜哦，一共就198个平方。哦，一共198个平方。啊，嗯。这间我啊。哦，搿间是侬啊。哎，我还没升上去。对，侬好升上去呀，侬没升，对伐？嗯。现在自家蹲，对伐？这间是空出了，空出。加号头呀，上头空掉了嘛？侬还没造好嘛？侬哪能加呢？哦，对个对个。我是那趟123哦。123哦。等于侬加脱好几间嘞，对吧？搿搭一间是加脱。一间。嗯。两间，三间。三间。四间，五间，六间，七间，八间。八间。八间房子加脱。搿搭一只小门进去，侪加脱个，对伐？哎，侪加脱个。哦。这栋楼统统加脱。嗯。